Hello， 大家好。北京现代在 H Smart Plus 战略驱动下，导入全球品质 IGMP 平台。这一平台实现了设计、安全、燃油效率、动力性能、驾驶乐趣、空间利用的全面提升。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基于 IGMP 平台打造的全新车型途胜 L 混动。在具备混动车型高效节能特点的同时，更带来卓越的驾驶感受。简约的车身线条呈现几何之美，完美继承了参数化设计的美学基因。极具个性的英译式 LED 隐藏日行灯，在车流中一眼就能识别。轿跑风格的侧面轮廓，宽大的尾部造型，鹰爪尾灯与前脸相呼应，整体设计风格潮流前卫。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 Hybrid 的专属标志。拥有了这个标志，意味着您拥有了一台由发动机和电动机共同提供动力的新能源汽车途胜 L 混动。既享强劲畅快驾驶，又兼顾经济环保出行，途胜 L 混动应用了现代最新的 TMED 混合动力技术，采用了发动机、电机、6AT 变速器直连的一体化结构。发动机和电动机产生的动力不会通过其他复杂的机械结构，而是直接传递到变速器。同时搭载了现代汽车全球首创的 ASC 主动变速控制技术，变速更快更平顺，立即响应您对驾驶性能的需求。总体上改善了其他混动系统为了油耗而牺牲驾驶感受的弊端。纯电起步，无噪音干扰，高速巡航或超车时轻松输出澎湃动力，匀速前行，转速最优化，降低油耗，而减速行驶时能量回收模式将动能转化为电能存储起来。别担心，电池已经经过多重测试，质保长达10年或者20万公里。总之，途胜 L 混动不但充满驾驶乐趣，更有每百公里5.6升的超低油耗，控油大师级的表现堪称完美。来到车内，高品质的内饰把科技氛围瞬间拉满，飞瀑环抱式设计以驾驶者为中心，立刻唤醒驾控欲望。10.4英寸中控屏让智能体验一目了然。我有点冷。搭载的百度智能网联系统3.0，还可以控制车窗、座椅加热、音乐以及多种高科技配置。这样的场景化智能语音识别，你怎么说它都懂。还有触手可及的位置大都选用了经国际标准测试、具有99.9%抗菌功能的材料，全方位打造抗菌健康座舱。2755毫米的轴距保证了足够的空间。坐在后排也同样舒适，这得益于 IGMP 平台对空间布局的优化，电池巧妙地隐藏在座椅下方，丝毫不影响乘坐空间。宽敞的后备箱空间达到583升，后排座椅放倒后拓展空间更是达到1904升，在车里野餐、小憩、艺术创作等等都可以实现，就好像拥有一个行走的起居室。此外，途胜 L 混动还拥有基于导航智能巡航控制、车道居中保持和前方防碰撞辅助等多达23项安全辅助配置。高颜值、大空间，外加丰富的智能科技，有畅快淋漓的驾驶感，同时节能环保、低油耗。这就是北京现代全新的高效驾享 Hybrid SUV 途胜 L 混动。
H Smart Plus， 智家环保，让世界更清洁；智家互联，令人们更亲近；智家自由，使行动更自如。